海神取水欲菊，而问之曰：菊中水多，海水多耶？贤者答曰：菊中水多，非海水也。海神从问：如经所说，未至臣部。贤者答曰：此言真谛，不虚妄也。何以明之？海水虽多，必有枯竭。竭欲尽时，两日并出，泉源池流，溪皆汉河。三日出时，诸小河水，溪皆枯干。四日出时，诸大江海，溪皆枯竭。五日出时，大海稍减。六日出时，三分减二。七日出时，海水都尽，须弥崩坏。下至金刚地际，皆悉皎然。若复有人能以信心以衣举水供养于佛，或用师僧，或奉父母，或盖贫穷，给予禽兽，此之功德地皆不尽。以此言之，知海为少，举水为多。你用世间黄金珠宝百千万亿去做世间的布施，福报很大，但不如一杯水供养三宝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三宝这个佛力是无上福田，多在家里供养三宝，贴一张佛像，摆一部经典都可以，代表三宝。每天要至少供几杯水，好不好啊？而且水供越多越好啊！各位，你不用很吝啬啊！师父说三杯，我永远三杯。你要供到什么时候啊？要成佛，至少这辈子要满十万杯水。各位有没有听过人家供十万灯啊，供十万水供啊？真是如此。那至少你要供八杯水。为什么？水有八德啊！念一下：水水、香花灯、土果、音乐。因为佛陀来了，走过来了。佛陀以前是没有穿鞋子的，赤脚，所以一定要第一盆水洗脚，第二盆水洗脸，再来供香、供花，对不对？供灯、供食物，在旁边还给他弹弹音乐吧，就供音乐。所以我们叫八功德水。啊，那么有穷人就问佛陀：佛陀，那我们这些穷人哪有办法每天准备香花水果啊？佛陀说：水有八德啊，水就具足八种功德，那你拿来供养就能够产生无量的功德。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，恶鬼升天，水产离苦，众生消业，得大福报。嗡啊吽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倒一杯水、一杯茶，就这样念。啊，如果你忘了，但至少你知道供养三宝，护法善神。要喝之前，滴几滴出去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啊，布施给附近的众生，也布施给你的冤亲债主。那么这杯水就圆满了上供下施，而且创造了无量功德。佛告阿难：尔时贫人持一瓶水，
布施生者，经此今天夫妇事业，由其前世持此一金钱及一瓶水并此明镜，施众生故，世事端正，身体净色，容仪晃玉殊妙无比。91节，恒常如是。由于尔时有幸禁锢，得离生死，逮得应真。阿难当知，一切福德不可不作，如彼平人以少施故，乃获如是无量福报。功德经里面写了，用一杯水供养佛，等于念100万遍的阿弥陀佛消业障咒，等于念100遍的财神咒发财了。一杯水供养佛，可以超度84000恶鬼道离鬼离苦得乐。一杯水供养佛，可以超度1年之内啊被杀掉吃掉的海鲜水产啊。但是这个水有无量功德，你念大悲咒水、药师咒水，但是呢，那几念阿弥陀佛水变成啊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，观音菩萨的啊阳之净水，所以啊，但是佛菩萨很喜欢我们用水做功德，因为水看了就知道透明的、空性的啊，会蒸发的，不是永恒的、多变化的。所以从水里面，所以有啊月光童子啊、灵岩经来的啊，他们用水观而证的空性啊，所以叠水来的，包括乌巴库尊者，因为水而证的空性。若复有人以净信心，持一举水供养于佛，或施众生，或奉父母，或乞丐者，乃至禽畜之类，此之少善正因功能，今于成劫不能穷尽。拿到水的时候，就要念供养三宝啊，护法善神，对，马上上供，再吃遍低几丢下施众生。啊，念嗡阿吽嗡阿吽啊，或念甘露水真言，然后这样就可不可以喝啊？可以。还不行，你要观想你的师父做喉咙啊，师父啊，你喝啊，师父做你的喉咙，剩下的呢也没有你在喝，供养下施你身上的84000众生小虫啊，因为你他得到水，你才会健康啊。这里面有没有我啊？没有，无我的啊，只有佛菩萨。感恩护法善神下施众生，感谢师父下施内在众生、自性众生，所以一杯水就可以成就佛道啊！所以以后你在家里要叫你儿子供养，叫你老公供养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因为让他供水消除恶业、六道清凉，所以光一个水都有如是功德，何况是种种的供养。诸恶鬼插手，白佛言。从来饥渴，佛天中天，慈悯一切众生，今赐恶鬼小饮食。佛与阿难，捉钵取水，用布施恶鬼。阿难便捉钵取水，与恶鬼。恶鬼白佛言：今此一钵水，不饱一人，况乃84000。佛与诸恶鬼84000捉此钵水，至心布施佛及诸弟子。
珠84000厄贵，捉此活水，常会布施。以我先世不布施，今生恶鬼中，如今无所有，持此活水，布施佛及诸弟子，使诸恶鬼缘此功德，远离三恶道后，所生得失如佛无异。在经典有一个故事，佛陀有一次跟阿难在树下，那用斋完了，有一个恶鬼王带了84000厄贵来到佛陀面前，然后呢，这个鬼王跪下来啊，哎呀，佛啊，慈悯啊，从很久以来我们就饥啊渴，因为鬼的寿命很长，佛天中天啊，愿慈悯故，哎呀。愿你的弟子布施一些食物给我们这些恶鬼吧。那个时候佛就跟阿难说，你去拿一杯水来，佛用钵了，要拿一杯水来，那放在鬼王面前，鬼就说啊，鬼王说，佛啊，这样一杯水只够一个众生喝，我们84000鬼呢，佛啊怎么办？佛陀说，你们把右手伸出来，每一个鬼，那你们观想用这一杯水供养佛陀跟佛的弟子，因为你们堕落果道鬼道，就是因为过去没布施嘛，所以透过这个水的布施，哎，愿你们能够离苦。那个时候鬼王带着大家手都伸出来，哎呀，愿我持一起慈悲水供养佛及弟子啊，愿我脱离饥渴啊，愿我转身善处啊，就发了这个愿以后，这一杯水一念完，84000鬼通通脱离鬼道。所以我看了很感动，哎呀，我们供水的时候不是为自己供啊，哎呀，能够为六道众生供啊，让他们都能够脱离他们的痛苦，所以最后供水就有一个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啊，能够让六道地狱道鬼道畜生道啊都得到了供水的利益，然后加念一个嗡阿吽。走遍世界我都在洒水，为什么？上供的水下施，所以每一次法师念大悲咒，有没有到处洒甘露啊？你会念大悲咒，那更有福报，到处洒甘露，供佛的水又拿来下施，各位，哇，一滴水供养下施给84000厄鬼，所有的众生都离苦，那各位，这个功德有没有比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供布施还更大？所以佛经说，你用无量的黄金做世间的布施，还不如一杯水供养三宝的功德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佛是什么？念一下，无上福田。而且你供养的心态，你想到你爸爸，功德又多一倍；你想到你妈妈，功德又多两倍；你想到你的某一个祖先，又变四倍八倍。你想的越多，你一杯水为众生供养就变无量倍了。所以当你在供养的时候，哦，我为地狱道，为恶鬼道，为畜生道，为人道，为阿修罗道，为天道，为韩国岁月号，为马航370，为所有煤矿往生者，为南京大屠杀舍报者，为过去饥饿疾病死亡众生，哇，那你这一杯水你想的越多，它力量就越大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来，大悲普覆。慈悲心是最大的功德啊。尔时王舍城平伯梭罗王